你的态度这么久才醒，你应该带着愧疚。你能不能说人话呀？你到底对我做什么了？虽然是你有错在先，但鉴于过程不错，我也不打算深究你的错。过程？难道他做完那个了我？什么过程？装，继续装。昨晚那样的过程，怎么可能没有记忆点？ 你本宫既然被臭流氓占了便宜，先逃出去，再宰了他！哎呦喂，小哥哥，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呢，你能不能帮我回忆回忆啊？休想让我错上加错！女人，既然你执意要求，那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了。 我看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臭流氓，你以为你谁啊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出去找人揍你去！回来，回来！注意你的态度，你应该带着愧疚。不对啊，我华云宫的侍卫怎么都不见了呀？来人！ 护驾！护驾！我一个受害的郡主都还没喊呢，你倒先喊上了。来人呐！护驾！你们的郡主被臭流氓欺负了！哎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那……哎，我干嘛呢？这边啊！罪臣护驾来迟，陛下您受惊了，您没事吧？陛下。 你是皇帝，将这女贼打入大牢，回头朕亲自审问。哎，走，别过来！干嘛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给我走开！不让我看到你，不让我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！陛下，咱现在找太医。哎，万幸啊，陛下，太医说了。 您被踢到的地方要是再往下那么一点点的话，哎呀，这个疯女人，恕臣多嘴啊，咱们讨你已经够累的了，您得多注意休息，怎么还有心思逛小宫呢？记不记得朕跟你说的那道光？那个地方是哪儿？怀云宫。 小郡主的寝宫，当时朕就觉得不对劲，所以后来才会过去看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昨晚有术士在捣乱，朕在郡主的房间发现了法阵。哦，懂。他对朕做羞耻的事情就算了，醒来竟然翻脸不认人，把朕当什么了？朕现在就去审他。哼。 放我出去！你们这帮无耻之徒，禽兽！放我出去！喂，我有个狗皇帝的八卦，有没有人要听啊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哦。什么八卦？谁来听听？苏木，丹离啊，我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术法，肯定能把你控制住，赶快大动！ 就你那破术法，我都试多少次了，哪次能控制住啊？这次不一样，这叫催情3.0，更大更强，绝对能把你催。哎哎哎，哎呀，老规矩，我赢了呢，你任我摆布；你赢了呢，我任你蹂躏。为什么非要在我头面的时候让我试你这些破术法呢？要不是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我早揍你八百回了。想揍我呀？我说了，你赢了，我任你蹂躏。这，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就滚蛋，行不行？行，任你蹂躏。 哎，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利索点。哎，毫无被控制的感觉，你行不行啊？哎呵，这还有点感觉。这，我倒数三声就开始动，输了你别说我欺负你。3、2、1。哎哎哎！
怎么会这样？快快快！完了，不能差评！赶紧！别看看，看见术士就活捉！完了，外面来人了，我先腻了。你还是术士个人啊？他们现在正在抓术士，我要是被抓住就完蛋了。等我回去拿了符咒再来救你啊！稳住！你俩，混蛋！ 我打雷今天怕是撑不过去了。是谁伤害了你？术者吗？救我！撑住！哇，这什么气息？感觉洗一下就有了力量，好特别。你鼻子痒吗？快，让我再吸吸。我找人来救你。来救你！救你！ 我活回来了！嘿嘿，你要认我摆布了？少废话，昨晚上的账我还没找你算呢，赶紧放我出去！救你出去可以，但是你必须保证出去之后你要说你输了，认我摆布。我认你个头，快施法！你能不能行啊？ 我自己来，我就不信我这么瘦还过不去了。你看什么？你快推我呀！你有没有吃饭？有没有力气？好，我使劲了，忍着点。嘿！等！疼！完了！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主公，快想怎么办？他们应该是来抓术士的，我得腻了。啥？你现在要走？今天手感不好，等我回去换些服再来救你。腻了，腻了。苏，你个王八蛋！术士。 什么数字不数字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放我出去，要不然呢，明天全天下都会知道，你被一个郡主给那啥了。你在威胁朕？哎呀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不过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，说不定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那朕该如何好好待你？又来了。 我这个被法术伤害过的身体根本没办法拒绝的治愈的器械，快让我信！来人，把这个女流氓给朕拖出去斩了！不行，不能跟她说出真实的想法。俗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昨天我们两个……闭嘴，跳过这段，往下说。小女子现在家破人亡，只求跟随陛下左右。 也好做牛做马，愿服侍陛下左右。只要让我心满神气养好伤，以后再找你算账。你笑什么？哦，我吧一想到陛下能够厚待我这郡主，定能一改外界所认知的荒淫残暴的不良形象，就由衷的笑了起来。仿佛有理。好，那朕就救你一次。只是昨天晚上的事情。 怎么就是没有那种治愈的气息啊？莫非只能和狗皇帝做那种事才能疗伤？你很闲吗？收拾东西呢。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跟我来。去哪儿，姐？物是人非事事休。 玉宇泪先流，晚辈无能，守不住一城一土，但绝不给列祖列宗蒙羞。来，都说那狗贼秦玉贪淫好色、残暴不仁，我们落到他的手里，定会被玷污清白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个贪淫好色、残暴不仁的女人。
不够，怎么感觉我更残暴一点呢？重义轻生一剑之，来，是时候展现我们郡主的气节了。哎，算了吧姐，我就算了吧啊。妹妹不喜欢这个吗？我这还有断肠草、砒霜、乌头，口味很多的。我是说我不想死。你可怜花月要清心，药苦堪同谁玩味，都什么时候了你竟然还说这种话，难道你想被俘虏吗？那就赶紧逃走呀，父王不都溜了吗？他老人家勾结术士惹毛别人，丢下我们就跑，留我们在这展示气节呢？父王定有他的苦衷，而我们的处境，丧家郡主的寝宫，年轻皇帝冲进来，悲愤与泪水齐飞，血海共深仇一色，难道……啊，好了姐，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这药我也收下了，我回去呢调调口味，我先走了。丹林，丹林，陛下，丹府的俘虏该如何处置啊？愿降便降，不降则亡。明白。那一同俘虏来的两位美女郡主呢？按常理该如何处置？按通常情况来说吧，为了避免后患啊，一般都是先那啥，再那啥。陛下能够厚待二位郡主，定能一改外界所认知的残暴荒淫的不良形象。此次率兵讨伐，盖因丹王圈养邪恶术士，暗中积蓄力量，企图害朕。既然丹恒已经逃走了，那沦落世间的郡主必然会遭到先那啥后那啥的命令，到时必然会栽赃到朕的头上，说朕荒淫无度。如此倒不如后代那位郡主，以显朕宅心仁厚。陛下圣明，只是那大郡主十分倔强，毫无降意呀。陛下要不说，要不陛下去一趟大郡主的房间，就像降服小郡主那样，把大郡主也告诉他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明白。薛大人，这是从大郡主身上搜出来的药。大郡主，陛下率兵讨伐只是为了消灭邪恶术士，如今术患已除，丹王又早早开溜，您留在此地实在危险呐。出于您的安全考虑，您不如上车去，前往秦国暂住啊。无耻，我丹家绝不投降称臣。如果您不配合的话，待父王回来的那天，我定会加倍奉还。明白。陛下，回秦国路上，我们会经过灵青谷、十里峡和莫愁湖，为了防止术士袭击，我建议一鼓作气，不要停留。准。是。莫愁湖。玉哥哥，不要抛下我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陛下，陛下，这大郡主依旧顽抗啊，我已经将她押上囚车，来，您看。这丹家郡主十分倔强啊，宁坐囚车也不服软。哼哼，丹家郡主身份尊贵，怎么能坐囚车呢？陛下，不是您跟我说？朕说
郡主怎么可以坐囚车呢？来人，把那个三等马车给我牵过来。是，陛下，您看我这样安排。等会儿谁让你牵三等马车的？来，把那个二等。一，这。陛下，我刚才不会说是要牵您的座驾吧？哎呦，我的陛下，那丹家郡主长得是挺漂亮，可您这从囚车到皇车，未免也太过于不加掩饰了。陛下愿与丹家郡主共享座驾，宅心仁厚，德配天地呀！吾皇万岁万岁！你们任性，要我劳命啊！大叔，郡主，我车呢？哪个是我车？按陛下的旨意，已经给您安排好了。就这个呀？对呀，看看。哦，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呢！啊，不错呀。哎，这个是你安排的，还是你们家主子安排的？哎呀，郡主您玩笑了，陛下发话了，要厚待您。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讲义气呢，他在哪儿？我去谢谢他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郡主，陛下现在不太舒服，已经在车里休息了。不舒服啊？我刚好有药，我去看看他。哎，你是这个吧？郡，哎呀，哎，郡主，郡主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这有新鲜的地瓜，你要不要？是这个吧？你放开我！喂，谁闹脑袋？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，妹妹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正要下车。你别走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走开。哟，光留我姐一个人多没意思呀，我们姐妹俩一起陪你玩喽。城东不斗少年机，妹妹，我们走。你别走，你滚。嘿，我还真奇了怪了，今天我非要斗下你这个少年机。别闹了，我们走。你别走，你走。我不走，我姐要走，你让她走。你放手，让我走！你走，我就不走！你走，我不走！你走，放手，我就不走！放手，你走，我不走！你走，放手，你走，我不走！放手！来人！陛下，快走！是。还没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时候，我们确定要在这莫愁湖停留吗？四下里凶险，万一遇到了刺客，朕养你们这帮人连刺客都打不过吗？那自然是战无不胜啊。朕现在要和丹家郡主去湖边，全军待命。妥了。你放开我，去哪儿啊？喂，好吃不？我也要吃瓜。喂，我要尿尿。狗皇帝，你放我下去，我要尿尿。丹离，丹离，是我呀。苏沫，是你吗？丹离，是我呀。我用法术把自己变成纸片人来救你，但是我弄岔皮了，我变不回来了，快把我捡起来啊！我。喂，你们不让我吃瓜，也不让我尿尿，好歹给我个棍棍让我玩玩呗，我好无聊啊。狗皇帝，你放我下去！你在车里吃香喝辣，我在这里无关无挂，你不是人，纯属人渣！再喊一句，打你屁屁！
玉芝，你还记得这莫愁湖吗？玉哥哥，这是我亲手给你送的小弟弟，喜欢吗？哇，玉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吹笛，你跳舞，好不好？我跳的不好，不跳了吧？你跳嘛，我就想看你跳舞。好吧，那你不准笑话我啊。你说我跳舞的样子那么好看，那么迷人，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我知道你还在恨我，可我找了你好久。巧言如簧，言之后矣。当初我不该那样对你的。丧家之仇恨难平，怎一句对不起可了？以后的日子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无父何祸，无母何事。玉芝，你还没有回去。你不听人言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根本就不是你。陛下，陛下您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术士袭击车队了。带路。是，保护好郡主。过来救我。来人好，快，悄悄把我救走就行了，你把那车给点了干啥？火点着了又不跟我姓，我哪知道会上这么大。快走吧。干嘛呢？别跑。水，过来，这边。可以啊，别眨眼，看看去。嗨，还是术士，找你呢，这边。嘿，找你呢，队长。哇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！群体法术呢，是我的弱项，有很多缺陷，但是你这种凡人羡慕呢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什么缺陷啊？时间比较短。多短？跑。哎呦，这个时候求婚不合适吧？闭嘴，叫麻了，你快扶起来。好。赶紧跑。太沉了，你肯定变胖了。狗皇帝追来，你快把我放下。啊！